欢迎收看《反正我很闲》。由于上一次我们向世人展现我们业配说唱的能力啊，我们拍了一个影片帮 NASA 代言来自太空的陨石。对，这个影片播出之后，非常多厂商感到兴趣啊，对市场造成广大的回响。对对对对，但有很多很多厂商找我们来邀约啊，邀约不断啊。但是啊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就是他们那些产品对人类的贡献可能没有到这么大。对对对，所以后来我们仔细想想，我们决定通通婉拒那些邀约啊，虽然非常可惜啊。对，那这次 NASA 跟我们书信往来的时候啊，因为又寄给我们一个箱子了。对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最近 NASA 发现黑洞的照片啊，第一次拍到哦，所以这次 NASA 寄给我们的就是人造黑洞模拟器啊，就在这个箱子里。大家注意啊，可能对宇宙不是这么了解的伙伴们，对黑洞不是很了解，我在这边跟简单大家科普一下。所谓黑洞呢，就是一个洞，很黑，所有东西都会被吸进去，非常危险。大啊，被吸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一个黑很黑的洞啊。这是科普教育吗？对，好。所以啊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、非常危险的开箱啊。来，我们现在马上为世人打开这个人造黑洞。来来来，哇哇哇哇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把你拿出来！我实力很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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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强！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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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